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这一首是一个台东在地歌手，他最喜欢的歌手，对，最喜欢的，哎，对，最喜欢的歌手。说到这就有点害羞，他的名字叫做安董啊。我个人呢，真的是非常喜欢唱他的歌。如果大家有在听《森林之王》的话，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人，没有关系，就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他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追踪加分享。哇，真的是他的粉丝哎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对，帮他吸粉一下。然后呢，我要带来这一首他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不离开》。对，不是戴爱玲的哦，戴爱玲的是《我不离开》。昨晚你给我最后道别的吻，后来在我和你谁能问，我们的爱情从来没有太多遗憾，我想你安心，未来你会感到精彩，放下担心，我只能全力迈进，要说爱情说不完的爱你，我们不会，只要相信，不能再伤心，会没了力气，说什么也只能要你相信我不离开，只能对你说我不离开，我对你也是怀有依赖，人世间能给你期待。谢谢大家，带来安董这首《不离开》。啊，眼泪都有点流下来了。大家如果有就是另外一半啊，或者什么，就是好好彼此遵守彼此的承诺，能够一起走下去就好好的走下去。OK， 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一首，是一首英文歌曲。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首，因为这一首呢是。经历了我人生就是很多低潮很多低谷的时候，我都会听这首歌。因为其实呢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那种不屈不饶，那你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是会，你虽然被打了一枪，但是你会马上再重新站起来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跟我一样拥有这样子的正能量，所以这一首歌呢我非常的喜欢，我想要送给大家。这首歌中文叫做《金刚不坏》，然后英文的话叫做《Titanium》，真的很好听哦。
一声你老 But I can hear the word you say I'm talking now 내心里멀지 I'm criticized But all you bullets ricochet You shut me down But I get down I'm putting through Nothing to lose fight away Ricochet You take your aim fight away It's shut me down But I won't fall I am titanium It's shut me down But I won't fall I am titanium You shut it down But I can hear the word you say I'm choking down the city upon I've been aside But all you bullets ricochet Shoot me down But I get out给他站起来 ，OK， 对，相信大家的人生就是会过得非常的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开心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喵喵乐团，拜拜。